俄罗斯是一个神秘而神奇的国家，它的历史和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备受关注的话题。这里有10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俄罗斯有趣的小知识。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，占地面积为17098242平方公里。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，其石油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2%。俄罗斯有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路，连接了众多的城市和地区。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镍和钯生产国，这些金属在现代工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。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制造国，其制造的玻璃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和汽车行业。俄罗斯的国旗上有三条水平的条纹，其中白色代表和平，蓝色代表自由，红色代表勇气。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武装力量之一，其军力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类生产国，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10%。俄罗斯的国家动物是棕熊，它是俄罗斯自然界的重要象征。俄罗斯的国庆日是每年的6月12日，用来庆祝俄罗斯联邦成立。以上就是10个有趣的俄罗斯小知识。如果你对俄罗斯感兴趣，可以深入了解其文化、历史和社会等方面，感受其中的魅力和风情。